好，这里呢我们还是接着来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概念剪影到草图的这样的啊范例。那么这个，那么接下来呢我去我来给大家来画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角色，一个头像啊。这个角色呢我就选的是电影 X 战警里面的一个金刚狼，我来画一下。因为选择一些比较熟悉的角色呢可能更好啊，大家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但只是一个头像啊。大家都知道金刚狼的这个形象呢，它是啊，它形象特征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剪影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现出。
所以呢我换一个笔刷，这样子呢能够更快的把这个我想要的笔触的效果呢画出来。好，这个换一个，好吧，脖子换一个方向看看可不可以。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呢我先好画这个程度呢好差不多可以开始勾啊，开始画那个草图。哦，画草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哦，可以换一个笔刷。我之前呢，我一直用的是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笔刷。注意画的时候呢，要画这个中线，啊，帮你确定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透视的感觉。这个是他的头发，然后我们要尽量还原他在那个啊游戏和漫画里面这种特点，因为这个角色呢，我们相对来说呢会熟悉一点，并非一个啊原创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不管你是否是啊原创，你都应该要把你所绘制的这样的一个啊角色的一个特点呢，尽可能的表现出来。
毛发的这个部分呢，我依然用这样的一个有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块呢，比较色块有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给它绘制出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就是说在剪影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把剪影层的不透明度降低以后呢，作为一个辅助层来画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形体呢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暗示了。那么我们再来画这样的一个剪影线稿的时候呢，也就是对这样的一个形体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补充。这个金刚的特征可能就是，毛发比较
啊，浓密。那么呢，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这个应该抓住啊角色的特点。在一开始我们的啊剪影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就要把这种特点给抓住。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本身的一个特点呢，完善一下。
这个男性的角色的头像啊，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头像呢，我们就先画到这里。好，我们共完成了一共有四张这样的一个头像的一个绘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尝试着画一些半身像或者全身像这样的一些人形的角色。